5:40许哦，在这个中山路跟华士东路一段口发生这个车祸事故。那第一当事人啊，疑似啊行经闪红号志路口未依规定停等，那与第二当事人啊疑似行经闪黄号志路口未规定减速慢行，两者来发生一个事故。那发生之后啊，双方呢、送到阳大医院来急诊。那目前呢、有一名伤势严重不幸死亡。那本分局在此呼吁所有的行人用路人那行经这个号志路口未依规定来减速慢行以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